探友们啊，要说这个挖抓皮皮虾啊，咱是专业的啊，这地儿非常的多，这是爆网啊，这是皮皮虾，跟我走走，回家跟我一块儿去锅里玩玩，上那么一玩，来来来，干起来，双击啊，老铁，感谢你们，探友们啊，这是个啥啊，我海滩上发现一个金龟子啊，人家顾头不顾，你给我捅他，你给我干他，扔，快点给我弄他，喜欢的啊，双击老铁啊。菜友们啊，今天给你们找了一条好漂亮的鱼啊，这鱼在我们这儿叫老鼠鱼哈、啊，也叫扒皮狼哈、啊。为啥叫扒皮狼了、啊？因为把皮扒了，它就是一条狼啊，非常的凶猛啊。喜欢的双击关。来了老铁们啊，这大乐乐猪又来了啊，然后跑沙滩上来了，我这家大风啊，你没认识它啥的，到现在不知道是啥呀，知道给评论一下大神啊。双击关注，很多餐友啊给我发私信啊，说想再看看这个古老的方法压鲳鱼的这个段子啊，说一年只能看一次，能不能看两次，那么好啊，今天我又来给你们压上，你那么一压啊，喜欢的老铁双击加关注，感谢。